秦韩章文献档案资料鉴赏。秦韩章，昭明食品工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1908年2月出生，江苏无锡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农学院，后去比利时、法国、德国留了学。1935年毕业于比利时国立圣布吕高等农学院，获工学硕士及农产工业工程师学位。1936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发酵学院专修啤酒工业。1936年9月回国，历任复旦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50年参加九三学社，一时任社中央顾问及参议，同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参事、轻工业部参事。1951年参加民建会二，曾任第一轻工业部、轻工业部食品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轻工协、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协会名誉会长、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名誉所长。注：193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先后拥有170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多成员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二、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主要由经济界人士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参政党，大有作为。1950年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秦韩章奉调北京任中央食品工业部参事。1952年5月，他参加国家200余人采购团赴民主德国、捷克、波兰订购甜菜糖厂设备，筹建华北糖厂后改名为包头糖厂。1953年，秦韩章参加前苏联援建的华北药厂的筹备工作，负责整理技术资料、制定培训技术骨干计划等工作。1955年奉命两度到青岛啤酒厂研究啤酒装瓶后的混浊问题，并研究试制配制啤酒。1956年参加国家12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工作，担任食品工业组的副组长。1958年前后，秦韩章根据轻工业部教育委员会的规划，先后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城市陆续主持筹建了15所轻工院校，从技术理论到学术教育，几乎所有具体事务都是由他一手主持。1960年，秦韩章调任国务院第一轻工业部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1964年，秦韩章受周恩来总理钦点主持了科学试点项目汾酒试点，在条件简陋、设备落后的情况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揭示出白酒的奥秘，正是从他带队的汾酒试点开始，使汾酒完成了从传统酿造工艺向现代酿酒工业的巨大转变，行业内对酒的分析达到了分子水平。这项工作对于白酒科技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64年，方新芳先生与秦韩章主持并参与了茅台酒的研究科技试点组，按照茅台酒的生产周期分两期开展了科技试点研究。科技试点主要围绕规范茅台的生产工艺、茅台的微生物环境以及茅台的物质构成等进行研究。1978年文革结束，秦韩章随研究所从宜春又迁回北京，重新担任轻工业部食品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